欢迎收看今天十二月的第一场安安大明星。我们今天的大明星刚刚看到他的最近的一个单曲的 MV， 你在这里真的很重要，你是安安大明星很重要的来宾。好开心哦，今天魏如云来了，拍手欢迎他。大家好，我是魏如云。有感受到他们的热情，不同于别人哦。大家好，我告诉你，你在这里真的是有一个神一般的地位。哇，因为呢，这话好好，对，有话要好好说。你知道，你有一首经典的歌曲，到今天就是有一种跟你歌词里面写的那一句就是一模一样的心情。哎，是是是，终于听见下雨的声音，的那种感觉。OK， 这里有一个很爱点这首歌的人，就是一位那个新闻部的，就是新闻网这边的主管。可是他位置是空的。对，他今天现在已经被急扣要回来上班，真是太可惜了。就是有一种今天所有他的主管的朋友都说，为什么他没有来？所以待会儿你知道他已经拍出了千军万马。你刚刚在试唱的过程当中，那边已经有很多只手机过来拍下完整的画面。啊，我好希望他在现场哦。不用，我就是让他合唱。没有没有没有，他合唱吗？千万不要，因为还是你唱比较好。因为我们准备在这个年度这个节目进行到一段阶段之后，想要做一个特别的那个音乐的串接，然后今天可以真的很开心把原唱请来。哇，我真的好开心，我实在是受宠若惊。你不要这样说，就是人就是这样，唱对了一首歌，然后就会永垂千古那种感觉，千古流传。
哎，这是一种大家向往的状态嘛。身为一个表演者，然后就是希望有个作品会一直被那首歌的那一句歌词就是很洗脑，就是永远听不腻，然后也永远唱不腻。对，然后永远不知道前面接什么，后面怎么唱，就是那一句，就那一句。然后全世界的人再不会唱都会唱那一句，没错，真的连李燕都可能把很轻松的唱出来。他在那个一周年特别节目的时候，还被我们请托说：“李燕，那你可以唱《听见下雨的声音》。”他说：“可以啊，为什么？”不然后他就唱了，可以有这样的感觉。这首歌已经变成，已经变成这么流传。对啊，除了周杰伦之外，就只有你可以这样子，因为那歌他帮你写的。没错啊，没错，对啊。然后就这样，你们两个就是这首歌。现在你来了，所以下一个阶段的制作人的那个重点就是邀请周杰伦来现场。太棒了，是不是这样子？他的每一场演唱会，这首歌都会再被 cue 一次。对啊，因为这个真的是，然后各种唱法。对，人喜欢一首歌的时候是说不上原因的。好棒哦，我真的是天上掉下来。谢谢周杰伦让我唱这首歌。真的，然后谢谢那个魏如云今天来到我们十二月份的第一场《爱大明星》。其实岁末年终了啦，刚刚看你带来的就是你最新的一支单曲，取名是《美的你》。美的你，然后这首歌对你来说也是十二月份的一首，这个算是一个代表作。因为耶诞节要到了，它真的是满满的那个欢乐的气氛跟美丽的灯光。对，因为这首歌，它原本是我是之前今年也是今年跟一个彩妆品合作，所以它是一首本来是一首广告歌。哦。那刚好在十二月推出它的原曲。它就是在讲说，因为现在它的歌包括它的歌词内容，就是在讲说，其实你的美丽可以你自己决定嘛。对，是。不管你是就像人家讲说，那个鞋店里面在丑的鞋都有人会买，所以美丽就是一件很主观的事情。对对对，美丽是主观的。你觉得你自己很美的时候，其实全世界的人也都会觉得你很美。对啊对啊，自信心是那个美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对，然后刚好我们的曲风，然后跟整个影像的编制都是非常充满十二月份的感觉，除了我穿短袖以外。对，我本来是这个意思，就是那一天应该是还天气算是有点小小这个温暖的时候。对，可是看起来没有什么那个路人呢，就是封街吗？还是你是几点拍的啊？半夜，我知道这个没有半夜怎么可以那个全区这样净空让你这样拍？没错，车子还是有很多啦，还是有，还是但灯也是蛮美的。你也是都取那个当时这个街上的那个即时的那个景色，也没有当时，也就是这一两个月而已。对啊，就是说拍摄的那个当下，对，就是在晚，因为晚上夜间拍起来的路灯那些点缀的，就会感觉很像我背后有很多星星在闪烁。我必须说，您刚进来那边有一个数字，你有看到吗？现在是大概8400多，在你刚进来的时候它是8000，所以。你进来就是我们以您带进了400多人，现在进了三立新闻网这样的状态。哦，谢谢各位。对啊，大家好。真的，平常6点的时候你大概是干嘛？魏如雨。平常6点的时候我在干嘛？在外面。练团。你说我刚刚是不是？对啊，因为你这个可能生活当中很重要，你那么爱唱歌。对啊，我今天大概练了，他练了5个小时。他要来上节目，然后把自己嗓子练得这么哑。对，我现在讲话有点锁喉，有一点点锁喉，但唱歌的时候完全不会有受到影响。有专业专业，有还是有一点。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请各位见谅。不会不会有事的。对，今天最重要的是你来到了这个现场。那我们刚刚看那个，我们再回到刚刚那支歌里面，因为那支歌可会带出你一个就是一个小小有一点温暖的活动。耶诞的那一天，我们在我个人，一个人，我在耶诞节就是12月24号 Christmas Eve 的时候呢，我会在一个场地叫做后台 Backstage Cafe， 那里有一个 Live House 小小型的迷你的演唱会。是，那我会在那边做一个就是算是年末，然后跟所有的歌迷朋友见个面。要。对，然后还有我们举办了一个非常温馨的小活动，就是二手市集。对，那在那个是下午就开始了吗？下午就开始，也都在那个同一个地方吗？就在后台那边。它外围有一个空地，有个广场，对对对，小广场。对对对，你可以在那边。二手市集要怎么参加？还是那都是你的东西？还是你的朋友一起来参与？还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都是我的东西。哦，真的哦，哇，那还可以，就是把你的那个平时。所以每就算是每年一次的分享，还是说也没有每年，就是今年是第一次。怎么会有这个这么特别的念头？可能是我的房间快要塞不下东西。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理由。我是因为我真的很爱
你特别喜欢什么？那里面二手市集会特别看到哪些东西？什么都有，比如说我平常买很多东西，然后我喜欢购物，然后还会有一些品牌的赞助哦。对，然后当然品牌赞助有蛮大部分都是自己去挑的嘛。那有些东西我会觉得放在那边好可惜，然后如果送给可以义卖给喜欢的人，那些东西还可以拿来做公益，对不对？真的，当天也是一个公益性质的心情，然后筹办这样一个，完全是就是请大家一起来跟你一起送爱心。对啊，因为我觉得义卖活动是最简单可以做爱心的事情，因为我们不像有些人可能我们很富有啊或者什么的，但是我们的心可以很富有。有，当然，而且你会有这样的念头跟想法，然后还可以把大家的那个爱就是号召来一起，就是完成这件事。我真的觉得这个还蛮好的。而且你把你自己东西算拿出来分享，艺人来说就是平常的行头真的很多，身上皮皮刮刮从头到脚，然后总是亮过相的，然后不好意思就是重复使用，也不是真的那么奢华啦，就是觉得说表演就是好像要让人家不断的看到新的自己。对啊，有时候你可能穿搭过太多次，而且你本人现在又跟那个美妆有关系，这样一定要漂亮。没错，就刚好就是拍了这支 MV， 这支 MV 就是要一直变来变去，好像造型很多变。有啊，刚刚就想问你这样，但到底拍了多久时间啊？就刚刚变造型或者跳来跳去的，你这样从这里跳到那边那里，拍一卡，我真的就是花费了很多卡路里。就很棒啊，就顺便可以再拍一片拍哦，真的耶！我有人觉得说想要这个身材更好的时候，那个应该这样的状态是很棒的事情。对，制作人有什么话说？制作人很开心。哦，这哦，期待在再来看直播。对啊，他今天就是这样，那天就跟他预告说，十二月份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月份。我就是第一趴哎，真的、啊，然后他还缺席，真的、怎么样？你跟他喊话一下，说你为什么不来？你为什么不来请假人？哎、欸，我是原唱。原唱来到现场，十二月第一趴，然后你迟到，对，他叫泽哥，不是你迟到，他叫泽哥。哦，泽哥，泽哥 ，I'm inviting you， 叫他立刻来。哎呦，没有，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缘分跟感觉。那时候他突然起了这个念头，然后我们就突然觉得，就这歌真的很好听，可行啊，没有，就是他每次来点歌，他就要第一个举手，因为在这边嘛，那刚好我们都是安排在中午的休息时刻，或者晚上即将下班的时候，所以办公室啊这边就是制作人啊，他们也会希望说，哦，你们来其实是也算是慰劳大家一天的辛苦。真的，我觉得这、我刚刚听到，我真的觉得在办公室，然后很酷吧，我们就处在中间，然后开始主持，然后开始唱歌。我觉得真的是活生生的一个疗愈节目，是啊，真的很疗愈啊！而且我们这个，那我们来讲个笑话。好，你先说一个吧，来吧，说笑话吧，你都起了个头了。真的、对啊，你应该很会讲吧？不然你怎么敢哪敢这样子？没有三两三，岂敢上梁山？好吧，我自己开了一个头，完蛋了。有没事啊？他可能开了一个头，他也可能是挖了一个洞。我现在看对，怎么办？我开了一个头，没事啊，那是个洞就把它跳下去啊，是个头就把它攀过去，就这样子。好，那我讲完一个换你讲吧。我个人对讲笑话这件事情真的不是我的长才。啊，好了，我试试看啦。好，那你要先还是我先？当然你先啊，那我就是想都想不起来。好吧，我先开你头。对啊，好，我要讲什么笑话？我也不知道哎、我们可能想完这个笑话，就节目刚好结束了。我上次有讲什么好笑的笑话？真是烂透了。还有你，我昨天刚好看的那个哎、就是《国光妈妈盲知大哥都是对的》，然后他们里面就是那个张立东跟那个谁在那边，就是他们找了一个那个很冷酷的那个女来宾，然后他们就说要撩妹讲笑话，那个女生都不笑哎、哇，可是他们两个讲了好多、我就心想可是我一个都没记得。每次都是这样，听别人讲笑话，讲完都忘记了啦，笑完就忘记了。我刚刚也有，那个啊。你姐姐蛮会讲笑话，不然你想一下，你姐姐讲过什么？她没在电台里面讲那么多笑话。我姐有讲 PS 比较多。哦，对。不然我讲一个，上次异乡人讲的那个。好，说嘛，说啦，立功立功立功。哪一个我忘记了？你看吧，所以我们刚刚知道魏如元是挖了一个洞。刺猬啦。哦，刺猬哦，好，你要讲刺猬什么？可是我觉得刺猬那个不好笑。你看他自己都说过。我先不要讲，我先讲他第二个讲的。好，你讲。就是有一天，上课，然后小明今就上课那一天他就请假。小明好久没有上课了，小明终于去上课了。是百年就是万年学生，毕不了业。小明上课。好，小明就上课，然后他那天感冒就请假，然后后来他隔天来上学，就戴着口罩来上学，然后老师问他说：“小明，你昨天请假？”他说：“他说：“那你有好多了吗？”“有些小声。”然后说：“哦，那医生怎么说？”然后小明就说 ：“Doctor。”有人拍手哎、有人笑，真的，而且他笑得好开心哦、笑他们，而且他笑得很大声哎、医生怎么？那护士 nurse 是这样的意思吗？对啊，所以那堂是英文课，
应该是吧、哦，他就是个笑话。天哪，烂透了！我竟然还搭你的枪哎，还继续来玩下去。哇塞，那药品叫 medicine 哦，天哪，你还讲真的？那厨房千事哇，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那厨师怎么说？厨师是 chef 吗？啊、那是主厨哎、欸。天哪 ，OK，、哦、大概就是这样吧。好棒哦、喔！很疗愈啊，对啊，就讲一个冷笑话，大家听起来就蛮开心的，真的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魏如云就是一个让人家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开心、开朗、活泼的女生，私底下真的那么开心吗？还是其实是那种眼泪往肚里吞的那种人？也没有，我眼泪就放在脸上，我基本上我的脸就是一个 LED， 我所有的情绪都是挂在脸上，是，所以我就是一个还蛮自由奔放的吧，有，也没有奔放啦，就是很自在的，就是表达我自己的情绪，但有时候遇到某些事情还是会说不出口，是，对啊，可是在同年龄的女生来说，你算是相对开朗的，还是说你其实是比较那个害羞的？心情上，我们讲的是心情。身为艺人，当然都要表演嘛，出来都当然就是站起来。而且你的英文名叫 Queen。我平常就是一个比较，害羞跟内向。我相信啊，我相信啊，其实爱表演的人会借由某一种方式去释放一些能量。爱唱歌只是你喜欢做的事，我很喜欢。唱得好听是一种才华。对，我姐最常形容我的一句话是，她说我都就是那种人来疯。哦，人来疯，人来疯很好，人来疯好适合当就是带给别人欢乐的那种表演者，对，而且你又是歌手，歌手在上舞台的时候，其实就像你刚刚特别提到，疗愈真的很重要，没错没错，所以快乐也是一种疗愈，然后让大家流泪也是一种疗愈，对啊，虽然你的歌好像有时候听起来都是隐隐约约带了一点点淡淡的那种情绪，你想的好委婉哦，对啊对啊，没有啦，因为。就刚刚我们有背了一首歌，如果今天时间上够的话，因为这是他之前的那个专辑的歌，去年出的，对啊，那首歌很重要，那首歌其实很多人都是不经意听到了，然后说这谁的歌啊这样子，我也是哎，我们现在我们二楼有个餐厅啊，他到现在都还会播到这首歌，好棒哦，对，他会就是不自主，就是那个店长，我就说哎，你怎么会播这个歌？他都自己就在随意，对对对对，他就随意用他的那个，谢谢，就大家有一些那种播歌的软体啊或什么，他就在那边随选。好棒哦！对啊，所以你的歌就是其实也没有年份的问题，基本上没有，我自己啦，就是自己觉得自己的歌还蛮耐听的，还蛮不错的、啊，两张专辑都还蛮耐听的，真的真的真的。然后从一个比赛的当时到后来慢慢的成为就是独立的歌手，然后发片，其实你有时候人家就看你好像有什么非主流，不会啊，你很主流哎。哦，我刚刚那一首超主流的，对啊，超真的啊！听见下雨的声音，主流到一个程度，主流到这边人都会唱哎。泽哥，你为什么不来？泽哥，你为什么没有来上班？当然是这个概念。没关系，那我们就也吊他胃口，反正他在看直播啊。好啊，我们就问他在那个当下，他必须要在那边留言。OK， 对啊，他应该用写歌词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要押韵，押韵吗？哎呦，好啦，不过今天来还是要介绍新的作品。那刚刚是透过 MV 看到了这支歌曲《对美的你》，然后。应该是写给很多的女生，或是谈一些女生的故事。对，因为她就是普罗大众的女生。因为当时，因为这首歌原本就是为了那个广告品牌所写的歌曲。那她在讲的，就是那时候很好玩，就是，我是演一个主角，然后在我是住在一个公寓里，然后那个公寓里面就有两个房间，我就是一个不喜欢独居的女子，所以我把另外一个房间租给另外一个房客，那常常就会一直换房客，一直换。对，那我每一集都换不一样的房客，我的房客都是现在大家所熟知的一些网红。网美这样 YouTuber， 然后我就觉得那时候跟每一个 YouTuber 合作，我都合作没关系啊，这是你的 style 也 OK 的。OK， 对啊，好，医生怎么说 ？Doctor， 还在烂这个，还在这个烂笑话，可以问一百年。OK， 对对对，好好好。然后就是每一集都跟不一样的主角合作，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玩。有啊有啊，其实那个表演这件事情很特别，有些时候跟很知名的人在一起，然后有不一样的那种感受。然后有些时候就是一直换来宾，也会有一种很特别的心情。而且他们，因为他们每一集都不一样的主题，所以他们各自都有不一样的特色，而且他们，你刚刚讲什么网红啊 ，YouTuber 都是现在线上一定是最夯的人。他们我随便讲一个，你就知道是谁。第一集郑英生哦，是吗？对，然后中间还有浩浩啊，丹尼表姐，我是查理，大家都知道吧？对啊，对啊，都知道是谁。哇，你可以跟这些人合作，也是一种记录。我觉得很好玩，因为平常我们真的就是只会在 YouTube 上面。蛮会的啊，所以他们应该也不是你对手。
不会啦，不要客气啦。不，哎呦，哎呦，每次毕竟我也演过袁安安。对啊，是啊，拜托，我们也是演技派的，好歹在这边演过五八五八在一起。对，对啊，开玩笑。我是安安老师。对啊，那时候我们在这边还办过首映啊，还办过一些特别的活动啊。对啊，对啊。是啊，算算也没有多久。两年而已吧。对啊，嗯、演戏哪知道今天搞不好来了，然后大家又突然回头去看。现在看戏很方便，大家可以回头去看一下。这边有 Video 啊，这边有三立新闻网，随时都有很多的讯息。然后今天魏如云来了，然后今天魏如云的所有的新闻也会透过泽哥所带领的团队。谢谢泽哥，非常多非常多的安排。对，所以今天就是泽哥虽然无缘听到您亲自在现场演唱，但他应该锁定在线上，连吃饭都不得安心。好的，没问题。我们还是要吊他胃口，因为我们要先唱《美的你》。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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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就是现场再来为我们刚刚这支 MV， 刚刚是看到全程播放。对，今天现场就先开个嗓，暖个嗓，等一下再来决定要不要唱他想听的歌。反正他人也没来。好，可以吗？好，那我们拍拍手，欢迎魏如云带来的现场演唱《美的你》，欢迎魏如云。好的。时间偷走每一年的梦，悄悄说，天真的我期待未来之后，淡淡的灿烂的都有，甜蜜像有魔力颠覆我和你的心，就让永久回忆跨越了时光两极，美的心，美的你，每一秒不停着美满起，要怎样都可以，告别了犹豫，让美丽刷得彻底。看着星空，不怕时间偷走每一年的梦，悄悄说，天真的我期待未来之后，淡淡的灿烂的都有，甜蜜像有魔力颠覆我和你的心，就让永久回忆跨越了时光两极，美的心，美的你，每一秒不停着美满一起，要怎样都可以，告别了犹豫，让美丽刷得彻底。谢谢大家！耶耶耶耶耶耶耶！我没有忘词，真的。你刚刚一直在那边担心，都是多余的啊、哦！太棒了！而且你今天这一身打扮也好，跟这个歌很就是很适合。对，帽 T 跟牛仔裤是我最近最喜欢的打扮，真的。然后你牛仔裤真的是很省布、欸，真的很破，对不对？也是，就自己可以把它剪成这个样子，也真的蛮有事的。应该是你自己弄的吧？怎么会有事？真的很流行哎、欸，很好看哎、欸，而且不觉得这样腿看起来很细吗？腿看起来就直接就剪掉这整节就好啦。你何必这么麻烦？露出这个腿的线条。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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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这个太太就是喜欢起来，那衣服蛮特别的， okay. 这件衣服也很厉害。这件衣服它就是故意做泡泡袖，是啊，然后故意有点短版，然后我自己就在这边加了一个这个你知道小百褶，小百褶，对，然后就会看起来好像他很认真的在那边绑半天，特别对对对对对对，要假装自己好像穿了很多件。对。
假装女生就这样啦，你喜欢这种多层次的打扮？我喜欢就是多一在身上简单的配简单的搭配上面多一个小小的巧思、哦、小配件。那如果要在你身上这件红红的那个帽 T 上面多加一个东西、嗯、你会把它加在哪里？因为它就是素的嘛。哦，它是素的。如果可以的话、嗯、你可以有那种彩色的鞋带、哦、然后就可以从这里穿过去，然后就会变成你说原来帽 T 上面那个帽 T 上面那两条线。哎呦，很会耶，随便讲连两秒就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yes. 那鞋带加完之后，那我们还可以加点什么？比如说像我自己很喜欢收集 PIN、哦、就各种徽章、各种形状或者布章、嗯、布章，然后你可以把它烫在上面。可是烫上去就会拿不下来了，那就别针拿 PIN、哦、那别完了之后，或者你可以买那种缎带绑在，就是缝在这个袖口。我刚本来问你说袖口可以用什么，你就立刻跟我回答这个问题。心灵相通，真的，我跟你讲，很久不见，还是喝饼有有有喝饼喝饼。对啊，我就想说，哎，我们是上次的见面是两年前，就是戏的时候。对，杀青吧。杀青跟那个首映。对对对 对, 对。就这两个时间，因为中间你们拍戏其实都真的很忙碌，然后拍戏。拍戏生活还真不是普通人在过的，我的天哪，就是一个我的天，My God的概念。每天不会啦，就是这都是一些过程，然后也是你表演的一种方式。其实你还是蛮想演戏的吧？我喜欢演戏，对呀、啊，喜欢、嗯、喜欢啦。那想不想就是有时间档期空了出来，都是一个很美好的安排。还有身体要健康的时候，有啦，边演可以边补身子啊，就是在那个时候才会更特别的关注自己要吃什么维他命啊，真的、啊、真的真的，而且每天都固定三餐。你平常哪会吃啊？对啊，而且那时候其实作息才正常、啊，超正常，有时候通告发半夜，有时候通告发早上。好，所以拍了两个礼拜之后，就会完全胖。还是完全健康，健康又胖，白白胖胖，超健康、啊。你有什么喜欢想要挑战的角色啊？这样说对吗？想要挑战的角色，其实你演戏不算太多的经验、嗯，不算，不特别想演什么吗？比方说想演傻白甜，比方说想演傻白甜是什么？就是那种傻妹啊，然后白白，然后很甜美这样子，每次出来就是那样啊，跌倒啊，笑什么什么的、嗯、哦，然后手上还要拿一个娃娃是不是，之类，不一定要拿娃娃，但就是一个傻白甜的概念，就是做什么都是清纯天真，然后没有瑕，公主命，哎，傻白甜未必公主病。公主命也没有到公主命，傻白甜其实也就是傻白甜，就傻白甜，傻白甜是一个个性上的概念，傻傻的、啊、也可以尝试看看、啊、然后就是嫩嫩白白的、啊、然后但我觉得我恐怕会讨厌我自己，我想应该会演完每天回去检讨说为什么我要把自己变成这个样子对啊，宁愿演一个就是什么黑富美之类的或什么。哇，黑富美好像还蛮想要挑战，演一个学校的校长这样子。校长，你现在就想演校长？没有，开笑了。哦，那你哦，真的，你想演校？那、啊、如果到你办学的话，你想要教哪一方面？我有点想成立什么学校、啊？你一定有这个想法，不然怎么会突然想要当校长？哦、我想要，可能因为我之前看了几集《铁拳侠》哦，很想开那种武术学校。武术学校，你本人有研究吗？没有，没有，你当开什么武术学校啊？很帅、啊。如果老师都给你罢课，那怎么办？我是说，就拿一个武士刀在那边这样。然后就很有气势，这样。你要不要先到市场先去卖西瓜，然后试试看，然后再来决定要不要开始。我觉得我会累死，我自己上次拍舞吧，那个每天都在练。对啊，你自己在那边还找一个这么有特别才华的事情，然后这个这是一种角色的挑战。如果真的魏如云说了，如果可以演一个那个武艺高强的人，感觉上来说对你还是有吸引力。我觉得很帅耶。真的耶，现在好像比较少这种类型的戏剧啊。有啦，我们之前有那个。有需要这样子吗？什么？他很当真呢？他现在怎么了？我觉得这个是代言电玩吧。我也觉得，哎、欸，说不定你今天随便这样一挥，然后大家突然看出了你一个那个，天哪、啊！你可以把剑拿来当打棒球，也是真的蛮有一回事的。帅帅帅帅帅！我真的觉得你认真用心起来，真的实在是也是蛮迷人的。就是一个人才，一个人才是啊，就是一个才女。我可以演那个哈比人界的女战士。不用啦，你也没有多矮，为什么要都跟哈比人抢工作？我最近有长高一公分。真的吗？请问你告诉我们长高的秘诀，我好需要这一公分哦，就170。大概熬夜吧。熬夜？不是要几米打几寸？不是要睡觉吗？没有哎，我只要一熬夜啊，然后我就有很有可能指甲跟头发。现在是我们要站起来的意思吗？没有啦，因为我想说就是配合这个剑的威风度。我觉得你可以还给制作人啊，好，再让我学一下。对啊，你根本就自己想在那边玩。
他就是一个这样子。Online、哎，天哪，你就是好了好了，你现在就自己告诉那个说那个电玩业者看可不可以去代言一下，这也是一个自我推荐的方式、啊。而且我还可以唱那个代言主题曲、哦。我也觉得是，还可以自己写哦。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事情，这样觉得请到你就是蛮省钱。真的真的全包划算，我们还自己拍哦，超值，然后可以自己设计，对对对，然后连服装造型都可以自己，不用别人帮你想办法。除非他要我穿古装，穿古装也可以啊，你扮相应该是蛮美的。那就要自己设计一些超时空的那种，超时空的。那西施跟嫦娥还有妲己，你喜欢扮哪一个？西施跟嫦娥还有妲己，妲己，我就知道，因为他感觉可以，就穿比较少。不是这样吗？不是，他感觉比较有活动啊。啊，就穿比较少才能活动。因为西施嫦娥都不用脚的、啊，所以他裙子都很长。西施觉得好累，西施还要演生病。对啊，而且西施穿大爆乳哎、那是你想象中的西施。哦，其实我感觉妲己，我不知道西施本人有没有。那你是看哪一个版本的？你才是看哪个版本？我才想问你，我想要不要讨论妲己应该比较。布比较少吧？哪有？你就有。你是看哪个网站？你才是看哪个网站呢？你这个那嫦娥的衣服，你觉得她应该穿什么颜色？粉红色啊！哎，拜托中秋节，嫦娥那不黄色 是？对啊，那黄色要飞天啊！谁说嫦娥是黄色？啊，不然呢？灰色。因为月亮上面都会有些灰灰的。我真的觉得你真的很有事，月亮为什么灰灰？它是初一十五的时候长得不太一样啊。月亮不是黄的啊，月亮是白的、啊。可是他进去还要跟那个玉兔做朋友，他总要有一些吸引兔子的颜色。所以他才是灰色。好吧，我们两个真是无厘头，做吧。好，刚刚我们提供了这些古装片一些造型上的想法。哎、如果让你做那个古装片的那个衣服的美术设计，好像真的也可以做哎。我觉得可以耶。你真的很有才华哎。可以做一些比较钱柜，钱柜。所以你有一些前卫，你有想要开一间 KTV 的意思？要加盟吗？钱柜，他应该没有给人家加盟吧？那要叫什么名字呢？就云云啊 ，Queen 啊，银柜，银柜听起来很奇怪耶，这位太太，银柜好奇怪哦。对啊，有假柜好了啦，有假柜啦，菜桃柜，菜桃柜，对啊，这样感觉上，喝假菜桃柜。我跟你讲，我每次坐在这里，然后如果是。哎、欸，他开始了，他整个人精神都来了，就这个比较像我认识的魏如云，他就是有点可爱。然后其实刚刚在这些那个，虽然大家就会觉得无厘头，其实在对你来说也是某一种就是回应现场氛围。你是一个会希望把某种开心感觉，然后一直把它延续的人。会，我在拍戏的时候，有时候我还不累的时候会这样子。不会，我觉得你一定在现场就是是最贴心的人。如果我还醒着的话。你会一直醒着，你绝对不会让自己睡着。通常不会。对嘛？对呀、啊，所以你都回去的时候才知道啊，累了。哦，好累。上车的时候。其实你看起来虽然冷酷冷酷的，但坐你旁边知道你是一个很贴心又有温暖、强烈温暖的人哎。谢谢你。我是认真的。谢谢你。然后你才会有一些很特别的想法。其实包括你说你讲话的状态，还有你跟我们之间那种互动的友善程度，都远远可以超过我们的预期。哇，可能就是天生长脸比较臭。哦，对，有一点。怎么办？不会啦，没事啊，就多认识你了。所以叫他们24号要去找你玩啊。来来来，对不对？来来来，你就是要给人家一点微距离，这不就你自己想的吗？这是公司人想的，但很好啊，就是这就是你带给别人的某一种一点点这样的感觉，就是微距离靠近你的时候，就是留一点点距离，其实也很好，就大家还有一些想象空间，那个想象空间可以是更近的，没错，对不对？那也可以是。更走心的不一定、看大家感受到你什么、各种你自己想象。当天的表演你有特别什么设计的歌单吗？还是有什么当天的表演姐姐会去吗？不会。大家都来问，因为你们姐妹感觉上感情很好啊，感情是还不错，但是因为她也是一个歌手、所以她在这些重要的节日她还是她有一些会有些商演要唱歌，还是会有其他的演出邀约、这样子。对姐姐，对姐姐毕竟真的也是一个超厉害的人物。对啊，所以那天表演形式有点不太一样、对，偷偷说我不能偷偷跟你们说，但我只能跟你们讲说跟以往就是舞台我可以大概透露，就是舞台的是位置不一样，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可是我们没去过啊，第一次要去也不知道以前舞台长怎样。
没有啊，你以前看表演就是前面跟后面啊，那我可能会出现在你的旁边，或者四面台的概念吗？嗯，之类的。Maybe 这样子。对，就是很有互动，那天就是会比较亲近台下的观众。了解。那反正所有的那个售票的讯息都可以到你的那个粉丝专页。粉丝专页去 看脸书官方，你刚刚是讲脸书官方粉丝哦，这个太难念了，讲粉专就可以了。你也知道，就主持人就在 gay 搞，然后讲很长，都是讲，就是只能这样，又不能唱歌比人好听，然后造型也没有人家什么出彩的地方，口才好啊，没事就可以搭上你的话了，感觉还蛮贴心。就是我们朋友对到的时候就愉快，有、嗯，谢谢。然后今天你来，我们真心开心。接下来这件事情就是今日最重要。啊，是，终于听见下雨的声音。好，这是今天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对这个节目来说，对这个三立新闻网做这一个憨憨大明星，然后它就是很特殊的一种状态下成为一个标志。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连接，我们觉得很意外啊。然后，但是大家都觉得很好，仙女就特别的开心，她说：“谢谢仙女姐姐。”对啊，她就说突然间她的那个主管同事朋友突然间有这个念头，然后让她就觉得哎、谢谢哦，帮我们找了一个类似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都希望你们尽情的去介绍自己的作品，然后就还是要有一点特殊的所谓设计吧，然后大家也都成立耶，这歌就是所有歌手都可以哼上这一句，不要说朗朗上口，就太为难别人，但他们都知道这一句歌，我觉得很棒哎。对我你当时2013年应该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当时，因为这首歌当时我拿到的时候，那时候而且还方文山还是就是方导，他是一个很当时是大家好像是拍完戏，然后坐在某个地方休息，然后他忽然就说。啊，不然主题曲就给你唱好了。哦，真的假的？好酷哦！我就想说，啊，蛮好啊，就好呀。电影主题曲耶，而且我只是演里面一个就是甘草超边缘的人物。然后他就说，因为这个柯有伦也唱了嘛，徐若瑄也已经唱了嘛，那其他人不会唱，你是歌手会给你唱啊。哦，真的。我就觉得谢谢方导，真的，因为这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真的，然后一唱就流传千古。我们制作完这首歌的时候，我跟我的制作，因为那时候是我跟方导说，那我可以拿回去制作嘛，因为我有自己的制作人。是。然后我们就让他变成了一个现在他来上班了，他真的来了，就是他，他真的来了。哇，他风尘仆仆的。啊，我们真的泽哥的头发非常的蓬松，所以我们一直那个把你留着。就是他起的头。泽哥你好，我就是魏如云。是，真的，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就是专业的新闻人，然后帮我们的安安大明星找到一个很特别的这种，以后可以追寻。来啦，你来啦，你今天休假可以来上节目吗？啊，对啊，真的是人很好。你刚刚有听过？你看，我就跟你说，刚刚只是在那个，刚刚他只是在蕊歌，现在是要唱完整的。就在等你，对啊，想不到他真的来了。那你要站在哪里听？要有一个他回到他的位置，他要回到位置上。对。OK， 好，那我就天哪，他真的来了！哇，谢谢泽哥。我们是因为他是做新闻的人，他要信守某种承诺，然后这是他帮我们起的一个很棒的线索。就以后，然后我们也因为这个样子，让这个节目突然找到一个很特别的特色吗？还是要讲说是一个温暖的感觉？我觉得它很温暖欸。那找到原唱之后，你们还会再继续唱下去吗？要啊，收集更多人，当然要，当然要收集更多。一人唱一个字，到时候剪，一人唱一个字太累了。但是一人唱一句这样剪出来，真的是，但是那个加拉哥的想法，他说那我们就在那时候把一句一句都剪的串起来，然后我们就说那总要有原唱、啊。这完全是可以当我的生日礼物的礼物、欸。有啊，概念上是很开心的事情。然后我们到时候剪好一定送一份给你，拜托，可以吗？喔、你愿意收下这个特别的小礼物，然后我们在新闻网上也会把它变成一个影像来播放。2018的1月份，就是至少在2017的结束的时候这一段，我们先把这一年唱过的人，因为我们预计大概在2017年底可以有100集吧，到时候不知道会有多少位歌手来，而且他们都很愿意唱哎、欸，对啊，就这支歌就是也成了大家心里头，我们才感动呢。今天有原唱来到这里，然后更感动的是那个点唱的人休假还来上班。这超感动的哦，这真的很感动，因为我觉得他开启了我们对于这件事情更加认真的态度，所以你今天一定得要好好唱。OK，虽然他刚刚在试歌的时候，因为今天他去练团，所以他有点小 K， 有点锁喉。对，那你要先喝一口水。要。好，你喝。再让我暖一下水。好，
魏如昀要来唱那个《听见下雨的声音》，哎，这真的是2018年阿甘大明星最大的惊喜，而且他在我旁边以漱口的方式喝水，我个人觉得一个美少女完全没有在顾虑她自己的形象，很好。刚刚如果大家有看我们那种预告的时候，你也看到她在那边练身体。对啊，因为这样就可以把这个自己的丹田拉开。哦，真的哦，这样是拉丹田的意思哦。你是认真吗？我是认真的啊。哦，真的吗？就是一个歌手，这是歌唱老师教还是你自己发现的？歌唱老师暖身，然后你可以这样凹凹身体啊，凹你的这里凹肩膀，好可爱哦。真的吗？这样凹吗？哎，我们现在不行，你脚动了，你脚不能动，脚就是一个你知道要站得很稳，这样马步，然后要凹这个这样子。对对对，就这样扭这边，再扭这边。哦，真的吗？哎，我们在练丹田，大家。然后看你能不能这样很稳的，就是移动的。不行，你很好。对对对对。他准备了吗？是不是有点？你看已经喘了，是不是？有哎、欸。对啊，这就是暖身热一下。哦，明白明白明白，这样子等一下嗓子更舒服一点。对对。听见下雨的声音。我不会更舒服了，因为我的嗓子有点累。不会，我们更开心了。今天真的很重要，十二月的那个第一场阿甘大明星主是原唱来了。我们很期待主题叫原唱来了，对，原唱来了。然后今天美的你要为我们带来这一首《听见下雨的声音》。好的，没有问题。欢迎魏如昀，掌声鼓励！呜呼，一定要拍手，太开心了。突然觉得有一点压力。比较有压力，要开心的唱。你看导播连下歌都在找一个点，导播很用心，来听魏如昀唱。
写真，很靠近，默默地陪在我身边，态度坚又没有关系，只有我们有忘词版呢、欸，而且很重要哎、欸，就是大家都唱一句啊，让你唱到忘词。没有，这表示说这歌的那个歌词还真是很难记起来。对，我已经唱了就几千万遍，还在忘词。没关系啊，那表示你对这一场表演的重视，所以才会让你专注到突然间紧张忘句了。对啊，你刚刚在唱这首歌，是你刚刚在唱《美的你》的，大概认真程度有差了100倍以上。没有，我觉得那是一种你的用心，因为我们这个想法，或是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节目上面特别的，要怎么说这种氛围，就是只有这里才有啊。那除了这个地方，也没有人特别对这首歌有什么感觉，所以你今天来唱，他们是特别有感的，真的很可爱吧？那么泽哥是认真的，他那时候点那歌超认真，所以我就很认真的一直为他。帮每一次的来宾都点了这个歌，然后仙女就说做得好，做得好，就是我们就这样子，然后每个来的人都唱这支歌，也是泽哥说的啊，说那我们把一人一句就剪出来，它是一个做一个新闻的概念，我觉得传唱千古啊，就是。对做新闻的人来说，他也是想把好的事情就是一直帮你传播出去。好棒哦，谢谢泽哥，谢谢仙女，真的谢谢江哥，谢谢三弟。对啊，我们就是一个旧朋友老朋友了，然后他就是一个新思维，然后也不知道他刚好点这个歌，而且还有一个很刚好的。怎么了？我在五八的第一、我在三立的第一个名字叫袁安安。所以安安大明星、欸，安安大明星、啊，你安安就是一个大明星，然后就是一直这样子，那感觉真的很好啊。好酷啊，就是你今天来也是，就算是安安大明星一个特别的邀请。好酷，真的。然后那时候受寵若驚了，最开心的是制作人，他说我终于有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把魏如云请到现场来。我跟他说他很开心耶，他说我安排好了，然后我们要来唱《听见下雨的声音》，必唱必唱。大概就这件事好像讲了一副我们在自嗨，不知道啦，就看看节目的人也许会有点。特别的感觉，但对这里做节目的人真的是很有一些特别想法。我们其实把这个节目，我常把这一段过程就是说，其实我们是节目在录影，然后那在线上看到我们在直播的人就看到我们在直播。对啊、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刚刚你的忘词我们不会剪掉，就是会原版重现。对呀、啊，没关系，不会啦，没关系。这首歌你看它有多难唱才好。对啊，然后这是你特别送我们的礼物哎、欸，要你忘词哪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忘词还有声带疲惫版本，都在安安大明星才看得到的。对啊，坐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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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口水。好啊，喝个水，喝个水。没有，这诚意啊，泽哥也很有诚意啊，他就真的来了。我们在那喊话，他就来了。对啊，谢谢泽哥。他家又不住隔壁，也是有点远。真的啊，所以人都是这样，这是一种就是。赴约的概念、这是人的一种互相信任跟一种就是履行承诺的感觉，是一种温暖的付出。有啊，真的真的，因为加拿大哥做今天这个节目会安排在哪一集他也不知道，但他突然做这个安排我也不知道。对啊，真的，而且这个时段应该会塞车。是啊，所以这时候真的很特别需要你跟大家留一些就是感性的话。安安大明星有一个 part 叫做梦想版，然后就是会想说，其实很多人对这一行是有很多向往的。对，那其实要当一个艺人，能够变成一个明星，更是不容易的事情。那也许你还在往明星之路正在努力当中，那、但是你已经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艺人了，就是不管在歌手或是在演戏这两件事情都有一些成绩，而且会是别人不要说羡慕啦，就是他们如果后生晚辈进来是需要追赶的。当然当然当然，而且不管在比赛啊或是正式的舞台上，你就是落落大方，然后你有很多种经历是可以跟别人分享，所以你真的很有资格跟大家讲梦想这件事。哎，你出道这样算几年啊？我出道10年了。比赛的时候算吗？比赛差不多，我2007年的暑假去比赛的。10年哎，差不多10年树木哎，可以种一棵树了。对啊，
真的，哎，十年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是是你这个人生蛮算一个精华的一段时间。我觉得非常精华，在这十年间也遇到很多大事、小事、迷你事。对对对，而且这一行有更多想象不到的事情，很多是要自己关照内心以后，然后才去重新思考的事情。不止，我觉得想象不到有时候不是不好的事，有时候是想象不到有原来有这么好的事。是啊，都是有，都是。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可能是考验，也有很多的祝福，然后在十年内都享受到。其实考验，我觉得考验就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事情。当你觉得是挑战是困难，其实因为你过了这个困难，你等于打败了一个魔王，那你是不是就得到了一个得胜的勋章？它就是个祝福了。对对对，就是小智去那个真心证出发之后。对，收到各个道馆去以后，没错，就会收集更多，你知道得胜勋章。那你本身有一只自己的皮卡丘吗？你喜欢哪一只？我喜欢就皮卡丘啊。你就喜欢皮卡丘？对，因为皮卡丘永远不要进化，真可爱。然后它虽然会有椰蛋版啊什么版，不要进化，它千万不要进化，要进化就不是皮卡丘。就人生当中有一些想要一直让它陪在你身边的，比方说你的纯真，比方说你的幼稚，幼稚也可以啊。幼稚这个事情要有人容忍你的幼稚，它才能够成立耶。好吧，幼稚但幼稚不任性。幼稚不任性，因为幼稚有的就是那种赤子之心啊，比如说，比如说我很喜欢看漫画，你呢？哦，漫画，我也喜欢，但比较没有到疯狂的程度。哦，我前几天在家里，然后我刚好在练吉他，然后就把电视开着，没有开声音，我就在那边，因为我很喜欢看电视。哦，真的？对，然后我就在看鲁夫。哦，看鲁夫，就是海贼王。然后那一集好像就是，我就看到那集是香吉士被绑架，然后鲁夫就要。你看，真的记我、欸？那我偷跟你说，其实我真的有在看神奇宝贝的卡通。可以，很棒啊！我觉得看漫画的行为非常好。我真的看那个卡通很疗愈，哎，就是觉得说，天哪，他就是这样跟他就是打一打，打一打，然后怎么遇到，而且他也会遇到火箭队啊，伙伴心情有。对啊，我那天就是看鲁夫在大叫说哭，然后在大暴雨风雨当中，然后他就说：“我只要吃香吉士煮的饭。”然后就香吉士，我在这里等你。然后就。眼眶就立刻泛泪。我相信会啊。对，那也是一种最真诚的，就是朋友之间的相互的信任跟那个互相的依存。对，因为我觉得看漫画它就是一种很纯真的感情，你可以把那种伙伴跟伙伴之间，因为坏人好像也没那么坏，而且坏人一定会输，而且坏人都坏有他的道理在坏。也是啦，没错。火箭队有时候就是出来的时候好像很吓人，但是也都蠢蠢的，每次都这样子啊，几拳就把他打败了。对啊，但他总会派出那只很奇怪的那个喵，然后长得很丑。对，哪有，火箭队很帅，五藏跟小次郎两个人真的就是美女跟帅哥。哎，好吧。对啊，真的很讨厌鬼啊。也对啦，真是的。我们竟然可以不是在聊梦想吗？对啊，梦想很重要啊，就是要用无奇不有的方式激荡出来你心中那个最深层的那一段话。很难吗？因为我平常你是文青。哎，对，但你要我一时想，没关系啊，你可以慢慢想，想到的时候再写。但不然先做一些幼稚的事啊，来自拍来，快点。好，你都来了，我们是不是要留下自拍？然后那个自拍，你习惯用这个自拍吗？我习惯，可以啦，这可以啦，还可以。还是这手机有下载 Foodie 吗？好，我来帮你。有 Foodie 吗？他喜欢用 Foodie 自拍，他把自己当成美食了。对，你喜欢把自己当成啊 ？Foodie 不是要拍食物的吗？副理拍食物的啊，对啊，那你个人比较像什么？哦，我喜欢用 Q 弹。哦 ，Q 弹嘛，所以还帮你找到 Q 弹那个 app 里面的 Q 弹。有一个什么波西诺什么东西，对不对？你真的是很认真的，你要把那个整个那个流程都记住了，还有就是自己的 SOP， 所以那个拍起来会怎样？真的是 Q 弹感很重吗？因为它我不知道哎，因为我觉得副理它的颜色不会太严重，因为有一些我懂我懂，就是太美肌，就是一整个就失真这样，然后又要不然就是整个脸就像月亮一样，就像仙女喜欢用无他是一样的，就那种概念嘛。你可以帮人家料，又没有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哎，不，这不是这个世界现在最特别跟流行的事情。我无他真的夸张，真的是美到无他美到炸开。无他真的月亮脸呢，真的是美。下次可以试试看。要，就大家要用网美那个。他真的很认真，他帮你下载，我可以看得出他手机本来没有这个 app。谢谢。真的，那个真的很好拍，真的。真的，加拉哥因为他有自己做景深。自己做景深。那基于他今天这么用心，你等一下愿意唱秋香吗？你想听我唱秋香吗？
哎，嘉达哥他在问你，哎，对啊，他说你要听他唱秋香，你要听他就唱。你看他好，你看他就是这样，他就是一个那种他腼腆，他温和的处女座，他不要勉强你。哦，处女座，我懂他的意思。有很多好朋友都是处女座，因为他知道你今天来，然后就是刚刚在练团，所以他也担心说怕你嗓子累。哦，但是他不用担心，因为我嗓子真的累。但是你就是跟你刚刚讲的一样嘛，拍戏你就真的累，但还是愿意让别人快乐。对啊，对啊，这就是你。所以他等一下会唱《秋香》，然后腹地已经下载完成。耶、yeah!。好吧，看在你下载蝴蝶份上，真的好，他帮你都整个调好了。你现在是一个 Q 台，自拍三张吗？啊，你可以拍很多张， okay. 反正这是那个嘉达哥的手机，会存在他手机里。这个是哦，有没有他调美味四哦，不好意思，请调美味四可以吗？美味四，美味四也不错啦。这个啊，波西诺塔哦，好哦，波西塔诺，波西塔诺，波西塔诺五，很好看，哦、好好好，好来喽。三张嘛，对不对？可以啦，或很多都可以，都可以啊，你都多拍几张，反正你都来，难得来、啊。是抖什么？我也不懂，就开心啊。还没吃晚饭吧？血糖太低，太低了。嗯，多拍几张好了啦，因为等一下你们经纪人还要帮你挑，你先拍个五六张，然后可以用的就是都给我们用，好不好？他今天会成为你那个就是新闻的一个 part。天哪，你把自己拍得好 Q 弹哦！有啊，就是一个刚蒸好的包子Q 弹，我想不到怎么弄，这听起来很糟糕。不然，对啊，拍好了。哎呦，有，这张很不像你耶。那像谁？就像作怪的魏如云。还不是我啊？对没？啊，你就是你啊，永远都嘛是你，因为这相机拍出来，只有安安大明星上面才会有。需要自拍吗？可以吗？我有这荣幸跟你拍一张吗？我们也算是老朋友哎、欸，超级的。是啊，现在是感情时间哎、欸，对啊，又没关系啊，快点快点。你说我要坐到你那边吗？你是左脸右脸吗？我是左脸人。所以那你要从这边来，所以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对的、欸。对对对，好，我换个手。好，你换个手。裸机有点危险。不会啦，摔了就摔啦。嘉达哥刚好可以买贴。再一张吗？我觉得我拍得很好。我觉得也是，我还在那边给你们装幼稚哎、欸。你要先写还是要先唱？我先唱好了。哦，真的人真的很好、欸。我平常会写一些东西，就是我比如说坐车的时候或是干嘛、嗯，我有时候洗完澡出来，我就会有一些 idea。我懂。我就立刻把它记在手机里，所以我觉得我待会要拿来敲我的手机。啊、哦，好啊，好啊，好啊，就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分享，然后当然要写书你最喜欢的。一些文字关于梦想，对，关于梦想，这首歌真的很棒很，就是今天准备这首歌，真的应该也是他在餐厅听到的。二楼餐厅的店长好爱这首歌，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其实这首歌非常耐，我自己每次听或是每次唱，我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而且当时那个 MV 拍的就很有故事嘛，所以当时也赚了你很多的眼泪。很多，还有赚了很多人的眼泪。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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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懂。你有看过那个？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因为最近心情不太适合看那个。哦，好，嗯、好吧，我也是。对，是就是别看，听你唱就 好，不然会太去到太远的地方。嗯，对对，会太纠结，对对对。那我们就刚好遇到有对啊，晴天白云，好舒服的感觉。好，然后就让大家愉快，然后来听你唱《秋香》。好。可以吗？好，我好荣幸哦！我今天坐在那个不用抢的票就可以坐在 VIP 哦。那秋香可以坐着唱？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哦、你要怎么唱都可以。嗯、导播现在正在准备那个卡拉带。赏花赏月赏秋香。赏花赏月赏秋香。我听到了。魏如云唱秋香。站在高岗上。
像月像秋像，我心渴望此刻何必天堂。听海的声音多么嘹亮，忘了春里的月光，淡淡忧伤生子。不好意思唱到你眼泪流啊。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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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唱得太好听。来来来来来，谢谢你主持。好，不好意思哦，就是个本人就是唱得太动容了，太令人动容。好，没关系，就是人生中呢，不论失去或是拥有，我们都保持着感谢。那像这样的眼泪呢，我想是温暖的，因为它带着有一种感谢吧，对不对？是。然后会有想念，对不对？真的。现在只能做这两件事。我也是啊。我知道那种感觉，因为我自己也还在面对这样子的悲伤。那其实每一次因为我爸也是今年过世没有多久，那我只要想到这件事我也会觉得很难过，但我相信他以我为荣。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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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故意的，就是我觉得想念应该也可以为自己带来一个力量，就是他可以，我其实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自己也还在面对这个悲伤，但是他会变成我一个很大的继续往前，因为当我爸走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人生好像没有其他目标了，对，但我现在会觉得我在努力的活出
他看不见的，但我知道他看得到，然后我知道不管我未来怎么发展，或是不管我的程度到哪里，不管我未来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会以我为荣。那这样我就可以，他就会成为我一个生活的动力。对，这个想念就会变成一个生活的动力。会啊会啊，就以前就他很喜欢看我在做很多的事情。对啊，我想说哦，就好不容易像现在因为那个这边啊，新闻网啊，然后很多来宾啊，安安大明星，然后其实现在反而是就自己在某，而且从我妈出国以后，可以，你可以完全说出来，真的，哦、真的可以。就她出国以后，对对对对对，我就其实在这节目上有些时候就是就特别容易那个，我很怕遇到歌手，然后很会唱，然后那个歌里面有一些画面，就说好，没有。你刚刚就一开始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说，哦，今天是那个加拉哥特别的安排，他一定有他的想法。这歌真的是很动听，然后就会想到你刚刚讲的，就你如果不要这样看 MV， 我可能就比较不会特别去。哦，对不起、哦。没事啊，我干嘛道歉啊？没事没事，就是歌就这样子嘛，就有些时候。就有一些抒发也是好事，只是说啊，这是一个公众的平台，就不能藏了这边好像讲自己的事情。不啊，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因为现在媒体这么的发达，啊、我们可以常常看到很多任何人的喜怒哀乐，或是一些很荒谬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种非常出自于心脏深层、很真心的情感是非常可贵的。没事，我想坐在 VIP 区，真有时候也不是好事。那表示你有艺术家心情啊，因为你直接进到我的声音里了耶。有哎、欸，你去到我要带你去的地方了。有你带我去的那个地方，然后看到一些画面这样子。他在。不要晚上做。卫生纸啦，在这里啦。对不起，对不起。不会啦，控制一下。我觉得很棒，因为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情感。是，真实的情感很可贵啊。他每次都弄我，谁在做爱弄？你是故意的是？他也没有故意啦，他也不是故意。我再唱一首歌，保证让你泪崩。不要好啦好啦。好，你要唱什么？你唱。对啊，真的吗？嗯，就我姐有一首歌，每唱必哭。我只要唱，你要四句好，你要清唱哦。可以清唱。可以啊，你开心的唱法都可以。没有，因为这首歌這是就是也可以，这是我们的荣幸。好。因为这首歌，我跟我姐每一次后来都会。你看，就是有一种，那就是主持人都这样了，然后你就要陪伴一下，就是算是来宾的诚意。我不会哭，真的吗？我不会。好啊，那你不要哭。那我等一下就是越唱越开心，怎么可能？因为他一定是开心的。嗯，对，就他也不会要你看到你哭哭，不是？我刚叠字。对啊，哭哭馒头，他也不会想要看到我哭哭。不会，他们都不会想要。我之前也是会常常就是很常就是你不能提到关于我父亲的事，啊、我就会很难过、啊。那我朋友就会告诉我说，就算他在或者他不在，他都不想看到你就天天这样泪流满面。不会天天啦，但你今天歌太动人了。对啊，对啊。好，所以我要用一首歌来杀死你的眼泪。好。好。现在几点了？你在做什么呢？我们有多久没有说话了呢？好像听见你在笑，今天有没有吃饱？刚洗完澡，玩完猫，还是已经睡着？好，就讲了。你主持，自己收。好啦，我自己收。我也不知道怎么主持，我不会主持，那我就只好，我们不要往这个坑里去了，好吗？没有啦，那我现在要立刻讲一个笑话来安慰你吗？又 doctor 吗？不是 doctor， 也是我上次讲给异乡人听的。哦，好，我自己觉得还蛮好笑的，你听听看。好啊，你说好。有一天，小英啊，就考试考不好。你说总统哦？哎，对不起、喔，你可以换个名字吗？有一天，小白，嗯，好，小白就是考试英文考27分，然后27超烂，国小不是国小，反正就英文考27分回家，然后考卷要爸妈签名，然后一回家他就看到爸爸在客厅，然后说爸爸帮我签名这样子，然后爸爸就很生气，然后他就跟我说明天考什么？他说明天考国文，他说你明天国文再给我考不及格，你回来就不要叫我爸。
然后他就拿了考卷就这样进去，然后隔天还有国文，就是差一点点考了53分，然后怎么办？我又不及格，然后他又回家，然后一打开看到他爸爸就这样吓一跳，然后就大哥我回来了。哎呀，得分，是吗？还不错，我自己也觉得好像还不错。麦克风敲到掉了，我们的麦常会让你敲到牙齿，不好意思。有吗？好啊，有酸住你的内线了吗？有酸起来，酸起来。太棒了。好啦，你今天来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对啊，然后我们就是一个安根大明星很重要的来宾，对我们来说，谢谢安根大明星，然后也是一个那个就是老朋友的到访，真的真的没有个理由。有些时候好像要找你们来，你们都说好，可是就是会说那要来做什么这样子。其实新歌旧歌都可以表演啊，因为这边总会有想念你的人，好，然后也会有想要新认识你的人，好，对不对？因为你就是一个一直在往前走的艺人，然后每一次都会让自己有最好的样子。然后今天他都没有给我画圈圈，我知道已经超时很久。对啊，梦想版都还没有写。很远，对啊。然后你的那个助理比较紧张，应该下一个行程吧。对，哎，可以帮我拿我的手机吗？真的，我看我里面，我手机里面一定没事啊，你就自己走进来啊。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录影，对啊。好，谢喽。刚好有人传赖给你，不用先回。不用不用，没关系。好啊。对，我写超多的，我来看一下。你写超多哎。哎，除了秋香可以当衬底，哎，除了秋香之外都可以当衬底音乐。好，谢谢。不然放美的你好了啦。好了，放美的你，对对对，要开心一点。对啊，好啊，我要写什么？因为他魏如云现在要写梦想版，要来点音乐，对对对，刺激一下。你要写我自己。千万不要放秋香，不然你明天就不要上班。立刻 fire 绝交。没有啦，绝交也不能 fire 他，导播他很强大。好啦，我可以写。我在我自己的 IG 上面写过的一句话。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就是你最想要送给大家的一句话，然后也许吧，因为追踪你 IG 的人，也许在今天就更多，他们看到这句话之后，好啊，对不对？希望你们就是也可以，天哪，你还不忘帮我们花一点那个、欸，对啊，记得去关注那个魏如云啊，那个 Instagram， 还有粉专，还有粉丝专，粉丝专有趣，但 Instagram 真的没趣、欸。你的 Instagram 是什么 ？Queen 什么？是不是？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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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E E N， 那么多个 Q 哦，几个 Q 啊？五个 Q 哦，好，我来查一下。趁你那个的时候，我来关注你一下。五个 Q 哦，怎么办？我字好丑。没事啊，我们就是要让你们出丑的啊，不然呢，每个都很漂亮，那是来干嘛？五个 Q 之后，然后是什么？哎呦哎，第一个就是你耶！呀呀呀！哦，怎么那么会啊？好，追踪。长大后，我们。哇，你的那个 Instagram 上面编排都很用心哎、欸。哦，对啊，我就自己有排版的。真的哎、欸。有时候为了排版就是。你是有排版控哦、喔。对，没错。真假的？对啊。你每张都有那个用心设计，我都乱 po 哎。你看我们家，你看我自己的，就是 po 跟来宾合照，然后那个。我都一定会这样，完聊个天，不晓得哪里去。没关系啊。字好丑。还有没关系的，我们就要留你丑的字啊，不然留那么漂亮是要干什么？我真的很怕写字哎、欸。没关系，要不然你用唱的。我刚唱很多。也对，都唱了那个真的是很过分的歌。对不起嘛。没事的，就爱唱就给你唱啊。很爱唱。有啊，就是我很喜欢听。哎，现在我们在这里闲聊，观众们，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还在做安根大明星，然后在那边还在关注那个 Instagram。好，大家去那个哦，就是魏如云的那个 QQQQQ Queen 那边去关注他一下。我们得敲到。哦，我跟你讲，我字真的像国中生。没关系啊，你那国小的都在写了。谁呀？不好说吧？你干嘛往上给我跳？我等一下自己去看。你自己找。对啊，没事啦，就开心就好啦。好啊，嗯、对啊，好，那顺便跟大家说，12月24号一定要到那个魏如云今年为大家特别办的这一场那个温馨的那个活动，然后下午就可以先逛他的二手市集，晚上可以听他唱歌。买票的讯息上他的那个脸书官方粉丝专页可以去找一下。这一场活动是耶诞特别限定音乐会，然后会有一些特别的歌曲的编排。刚刚他自己还讲了，就是。
哦，对，就这里导播人真的很好啊！你看，我们摄影就帮你直接 cue 在后台咖啡那边，然后2:30开始就有一个二手市集哦，7:00就是正式的音乐会，在那个耶诞夜嘛 ，Christmas Eve， 24号那天，对，你会跟他一起唱到跨耶诞吗？跨耶诞12:00，太晚了。但也不一定，但是我们歌曲的曲目真的准备很多。对啊，所以就不知道啦，你就看你要听到几点，就这样子继续决定嘛。对啊，好啦，那个地方还交通还蛮方便的，其实。我觉得蛮方便。对啊，然后那个路况也都还蛮明亮的，也蛮多，对吧？字越写越穷。哎，这条是什么路？新生南、新亨、新生南、新亨、新亨写的冲下回，新亥跟新生南。哇，是一个心心相印的路口哎，好棒哦！真的，我也是很会耶，开玩笑，真的是被你那个哼，整个激发。他是本年度写梦想本最认真的艺人之一，他写作文哎，他超用心的，他就写整篇哎，哇，很多的人呐。你是担心回去说大哥，我回来的时候要认真考试的概念？不要开我大哥的玩笑啊！不好意思，对不起。开玩笑了啦，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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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我知道，但他也真的是大哥哎。好啦，真的，但你心里永远都满是大哥。对呀、啊，他真的是大哥。对呀、啊，看你就跟他感情好才会这样叫他。答。长大后，我们学会小心打开其他的礼物。我们被教导要微笑并假装，所有一切对我们都同样重要，但我们的内心总是知道答案。这就是他对梦想的定义，真的，就是这是一段你会知道你要什么，好棒的一个分享，这是一种心情分享，真的不只是单纯的一句话，它真的是你的一段心情，没错。那下面就帮我们加个梦想，就是下面签个魏如云，好，可以吗？可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梦想版哎，然后等一下拿着它，我们帮你拍一张立刻拍，然后贴在上面，然后就成为我们重要的那个，你是安安也是大明星。对，我也是安安耶，真的耶，梦想哇，这里来过好多个安安了，还有谁？周孝安啊，哦对，还有那个陈毅，陈毅为什么也是安安？陈毅的小名叫安安，真的、哦，真的，然后他又姓陈，毫无关联哎，然后他们家有个那个辈分的排名，平安好顺心，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好可爱哦，然后他就是安字辈的，我们家都是魏如系列的啊，哦，他是一个小名的系列，所以他在家小名叫安安，我小名。超普通的，我想讲，讲一下啦，拜托。我不想讲啊！你都人那么特别的，小名普通一点是有什么关系？都个只是个小名而已。我小时候都很羡慕我姐叫娃娃。哦，也很普通啊。现在大家很多叫娃娃，但那个时候叫娃娃，你就觉得好可爱，哦、就觉得她好。觉得为什么她都有可爱？然后我都跟我奶奶讲说，奶奶我的名字很无聊。那你名字是什么？小云。哦，蛮无聊的，还是比娃娃更无聊。我干嘛这样子？不会啦，那也是奶奶的祝福啊。对啊，奶奶，真的。今天是12月4号，2017，12月份第一天的那个第一集的安安大明星。你看，全办公室没人走哎、欸。好棒啊！谢谢大家，真的啊。好可愛，然后加拿哥就是选在的时候，导播都没有跟我说要那个画圈圈，你自己念一次好了啦。点。弄个板板跟大家说，魏如云说梦想就是长大后我们学会小心打开其他礼物，我们被教导要微笑并假装所有的一切对我们都同等重要，但我们的内心总是知道答案。天哪，你真的是个文青。对啊，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想法可以用文字把它说出来？大概喜欢看书也是一个重点吧。都爱看哪一类的书籍啊？我喜欢看小说啊，我最近在看一本很棒的书。我们终于被画圈圈了吗？哦、对，终于要画圈圈了、哦。对啊，我最近在看一本很棒的书。他知道我再开下去，就是他知道我又开新话题，他很懂我。8000里路了啦，对对对，他就想说你不要再聊了，你这个聊下去有可能聊到12点了，聊到下一集这样子。没事，但今天就是谢谢魏如云带来很多精彩的故事。好的，用那个歌声来唱出你的故事，是是是。然后今天最新的故事就是美的你，对，就是美的你。新的会还是会筹备一些自己的新的专辑吧？明年打算就是推出，对，第三张了，人生的第三张，希望可以一直走下去。要啦要啦，就是只要你愿意把更多的事跟别人分享，就会有很多的粉丝一直来靠近你。我愿意，我们也想。也等待，我们也非常的盼望有那样的一天，然后下次任何时刻，然后有
需要我们可以帮你一起分享的讯息都可以跟我们说。好啊，这边有最支持你的三立新闻网，还有谢谢真的很多的记者啊，还有那边还有 Vido 我们的平台，谢谢各位上班族为所有用心的那个艺人朋友然后一起服务，希望你们的美好都可以透过我们传递给大家。好，线上依旧有8000多人，有的人去吃饭。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对啊，然后我们希望那个今天魏如云带来祝福大家都收到了。好的，然后不管在哪里，在天上的也可以，到处都可以，都可以哦。谢谢今天的阿甘达的明星魏如云，终于听见下雨的声音，终于请到魏如云，谢谢大家，谢谢，下次见。拜拜。